副总主委，各位嘉宾，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我是我爱的，是台湾，我是香港大爱，我是阿里爱，我到布隆诺香港家，平安，平安。今天晚上，当我们进来这个会场，我们看到李奥师母的遗照的时候，相信大家心中都会涌出思念以及感恩，特别是李奥师母的女儿以及儿子史内跟沙威，或许你们心中涌出了感伤，看到妈妈的遗照，就会觉得，哇，我们的妈妈，在一个月以前留下了这样美好的踪迹，让我们也让你们去追随，在1964年10月31号，上帝就透过李奥师母的爸爸妈妈把他生出来。他跟爸爸妈妈相处40-50年，跟自己的兄弟兄长相处30-40年的时光，那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也跟我们相处40年的时光，在这些日子，我们相信我们是跟他相处非常的融洽，甚至于他是站在指导者的立场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真的是留下佳美的脚踪让我们看到，甚至于他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以及上帝的恩典。那么说留下来的就是要让我们去追随他信仰美好的表现，所以史内跟沙威以及我们的邓业，你们所感受到的是比我们在中的弟兄姐妹最深最深的，因此你们也从他的身上也得到了神的恩典，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特别思念他，我们真的是痛失英才。然而在10月30号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收回去了，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身上来学习。所以有一句话说，虽死犹言，他虽然去了，他现在仍然在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才真正的回忆到他的一步一脚印，所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虽然我们觉得会有小插曲，在我们的看见，在我们跟他相处，但我们人不是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只有感恩，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所体会到的
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今天晚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思念他。我们先一起起立，跟别人一起打打波罗。我们来追思各路的他的等的一段，你可以记不要说完。现在我们默哀一分钟。做的主宰，世人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今天我们带着思念比奥斯摩的心来到这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遵从你，我们从敬畏你的心来思念他。在五十年前的1964年10月31号，你让我们的比奥斯摩出生。在他的父母的照顾下让他成长，成长之后你因着你的旨意以及你的祝福，你让他跟我们的德邓牧师、德邓议员结连理，也让他们在结连理的当中生下这两个宝贝，属奈跟小外。这完全都是神你的祝福。他跟他的父母相处是50年，跟自己的兄弟兄长相处20-30年。跟我们与会的弟兄姐妹相处也有20-30年的时光，只让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生活在一起，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甚至当我们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完全都是你的祝福。神啊，我们谢谢你。当他在11月30号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说不尽的感恩，有说不尽的思念对他，因为你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到爱你的精神，学习到真正服侍你的精神。神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好爱他，我们真的好怀念他。今天晚上你让我们的一言以及两个子女能够想到用音乐会的方式来追思我们的比奥斯摩，也求助你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特别透过我们的音乐会让我们真正享受到你在比奥斯摩生命里面的真正的生命，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追随他美好的脚踪。我们要学习他的服侍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爱你的精神，我们要学习他爱丈夫、爱父母、爱子女的精神。神啊，求主你能够应用他在
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功也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神啊，谢谢你，我们要将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完完全全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心，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